现在带大家去一个村庄，这个村庄可以说是世外桃源了。进出这个村庄都必须经过这个山洞，这个山洞估计有差不多一公里这样。之前没有那么先进的装备，都是靠人工一凿一凿挖出来的。现在比较好了，都有水泥路通进去了。走，带大家进去看一下。进到里面特别凉快，好多钟乳石，里面可以开车进去，这路面估计有3米到3.5米那么宽，还装有电灯啊，好凉快啊。上面也挺高的，好多钟乳石。这里还有个会车的位置吧，这个位置就比较宽一点。还往里面，凉快呀！现在铺了水泥路了。就比较平，比较好走。隔有50米左右，就装有一个灯。哇，这里就比较宽了，很高。这里比较宽敞，那里面。还有一个，看一个洞，不知道通不通。通了，哇，这个钟乳石漂亮。走，我们继续往前走，一直走到里面那个村庄。这山洞它不是特别直，都是拐来拐去的，已经拐了好几个弯了。前面还没看到亮，中间这里有条缝，哇，看着挺漂亮的。读几年级啊？3年级啊？你自己走路进去啊？你家在里面啊？一个小朋友刚刚放学回来，要自己走路回去，他家就在里面那个村。哇，这里也在。嗯。那你走路回去啊？对啊。嗯。你们来干嘛？你们不怕啊？不怕。你们干嘛？拍照啊？是啊，去你们村玩一下。准备到农村没有？还没到。还没到。快到了。快到了。嗯。还有100米。现在是放学时间，小朋友们放学，他们回去都要经过这个山洞，都是步行进去的，没有大人接他们。刚问他们爸不爸，他们应该是习惯了。好了，走了，他们说快到了。还有几个拐弯啊？嗯，至少5个以下。5个以上拐弯还到啊？左边拐弯，右边拐弯，左边拐弯。这里拐弯，这里
终于到了，这边在出口，感觉走了好久，都不止1公里，估计是走不习惯，不熟路。走进去看一下，走到这里了，前面就是那世外桃源了，就是他们村庄了。哇，这栋房子漂亮，大概看了一下，这村庄估计有10多户，周围都是山。这里应该是鱼塘，有2个鱼塘，然后那边都是种稻谷，还有玉米，都是自给自足，都是被山围绕着。唯一的出口就是要经过这个山洞了。刚本来还打算到他们家去坐一下客了，就不打扰他们了。真是个世外桃源，空气很好。大家有没有想搬进来住的？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